Hello， 大家好，多唔多肥師奶阿妹，新旺角嘅龍竹記，終於坐入嚟啦，新開張，睇下有咩食先咯喎，食咩好呢？粥粉麵飯，中國四大發明都有。斟杯茶先。哎呀，好重啊！哇，水滾茶靚喎、啊，大家飲杯。生意興隆，一本萬利，龍竹記。今日第一日試業啦，咁我就試下佢啲特價午餐咯喎。咁我就問過呢度嘅工作人員啦。至於下午茶咧，就3點至5點都有，但係咧就送嗰啲餐飲嘅份量咧，就同普通嘅份量咧一樣大嘅喎。大家可以諗下下午茶嘅地方啦。食咩好呢？太多選擇啦！中國四大發明，粥粉麵飯都有，夜晚仲有小菜套餐，哇！真係琳琅滿目啊！依、这個就係午餐嘅份量啦，咁樣咧就加咗1蚊，咁就有杯熱奶茶或者係其他熱飲都 OK， 熱檸水啊嗰啲咧，覺得個茶味好似淡咗啲，淡咗少少，不過勝在夠大杯。其實如果細食咧，兩個人食都 OK 嘅，即係如果係攝影師嘅話咧，咁佢一個人食，咁就啱啱好啦。飲湯啦，呢、這個海王豆腐羹，有啲蛋白、瑤柱粒，另外紅蘿蔔絲、豆腐啦，唔係太結，那個稀結度適中咯。鮮味，哇，幾熱下！入面有少少大子粒啦，食大子啦。啊，味道係幾鮮噶？啊，呢個炒飯有乜嘢？有蝦啦，叉燒粒，另外有啲青豆啦，葱花啦。見到個炒飯咧幾乾身下，啲飯粒粒分明咁樣咯。又炒到一隻蝦啦，至少四隻。個蝦嘅大細咧，一隻羹咁樣啦。畢啲飯食下先。畢下畢下咧，原來唔止四隻蝦嘅，下邊仲有呢家第五隻啦，唔知道有幾多隻。啲叉燒咧就有肥有瘦咁樣啦。啲飯幾硬身下，
炒得幾乾爽。Tender 就普通啊，佢就冇用一 set 嗰啲紅蘿蔔啊，加青豆啊，加粟米啊嗰啲咯，就淨係落青豆咯。不過覺得如果係落菜款咧更加好，但係會成本更加重啊。食蝦啦，蝦新鮮，那個鹹淡度係淡淡地咁樣咯，即係唔係太鹹嗰只。油菜芥蘭一碗，就不是用碟上的了，用碗上，咁都夠一個人的份量嘅。呢個芥蘭咧綠得幾淋下，但係佢仲保持翻佢青綠的顏色啊，咁樣係非常好嘅。啊，呢、這個啦，有啲狂啦，哇，幾粗壯喎、啊！睇下先，芥蘭爽甜冇渣，呢、這個時候啲菜咧係好靚嘅，芥蘭都可以冇渣，佢唔批皮喎、啊，好食。個菜葉咧都整得幾淋下，冇草青味，有幾淡嘅甜味喺度啦。蟹柳沙律上面有啲青瓜絲，幾幼下紅蘿蔔絲，另外蟹柳絲一住咁樣，啊味道幾好喎、啊！蟹柳就淋啦，個青瓜絲咧幾爽下，有少少好輕微嘅酸，其實都唔覺酸嘅，係幾好味，感覺係幾清新嘅。除了個午餐之外咧，其實我哋仲點咗個大碗面嘅。不過我哋拍到呢度，個碗面仲未到，唯有等下咯。見到你哋係有嘢食啦，成件啦，成件啦。嚇、啊！成件啦，有乜所謂啊？哇！食得開心啲嘛！哇！多謝多謝多謝，遇到網友佢哋食燒鴨，醒我哋一碗。多謝曬。唔好講。頭先遇到網友私人醒嘅。一碗燒鴨$22.50，佢哋又話啦，覺得個午餐呢個設計啦就幾好，一盤咧就乜都有，就連埋個橙嘅，咁有菜有橙有沙律有湯有飯，加$1就多一杯奶茶，有待改善啊嚇呢、這個，覺得淡咗啲。好啦，食燒鴨啦，睇下網友醒我嘅燒鴨係點嘅味道先。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啦，個鴨啦就醃得唔係太入味咯，醃耐啲比較好，即係個調味就一般咁樣咯。梅子醬唔好啊，冇粒梅啊，同埋嗰個味道咧偏酸咗少少啊。哦，即係佢好似唔似係傳統嘅梅子醬咯。哦，咁、那個鴨就一般。好一般咯，啲皮唔夠脆咧，同埋啲。不知啲鴨點解咧？啲肉唔係 juicy 咧，好似急凍咁樣咯。如果新鮮嘅鴨咧，做出嚟嘅效果應該冇咁好似咁乾啊，種肉質咧咁乾。因為而家依排都好多鴨係未到位啊嘛，即係再新一批，所以好多鴨都係用急凍嘅去做嘅。哦，咁樣。應該是個鴨是不 juicy， 同埋個味道咧都係一般咁樣。OK， 個午餐你覺得點樣呢？幾好啊，乜嘢都有啊嘛，有前菜，有湯，有水果嘅，我啊滿意咯嚇呢個價錢。OK， 唔該曬，熱辣辣嘅大碗面終於知道啦，睇下入邊有乜嘢咯。首先上面看到的就有兩粒大雲吞啦，真的很大，是大過一隻羹的，更加大過乒乓波。下面就有麵啦，銀絲幼麵，另外有些牛肚、牛肺、牛膀、牛筋，哇幾大嚿添，好腍啊，這個牛筋一吉都入到，豬手牛腩啦，牛筋呢件都是毛肚，另外有啲菜、芥蘭、葱花，個料就好豐富啊！睇下個面質點先，要快啲夾啊！如果唔係
浸都浸淋啊！睇下呢粒敗個乒乓波嘅雲吞入邊有乜嘢先？剪落去嘅感覺係幾彈下噶，入邊都係全部係蝦同埋蝦膠。哦，適宜剪下佢啊！OK， 試埋啲湯先，個味道幾濃下，幾好飲。食面啦，啲面咧就覺得淋咗少少，但係攝影師話咧都可以接受喎。我諗我食一半夠啦，真係又爽又彈咯，全部都係蝦，個雲吞有少少胡椒粉味咁樣咯，無糖。無糖又幾爽下喎，都咬到，都唔係太硬，又唔係太腍嗰只咯，有啲咬口。牛腩，又可以吉到嘅喎，見到都好腍啊呢件，呢嚿就牛筋咯，呢嚿要用啲力度啊，但係都可以吉得過。豬手幾好，幾腍，個皮係腍中帶爽下，同埋幾入味咯。我呢碗牛筋啦，幾大件下噶，大過一隻碗咯，件牛筋，同埋整得幾腍下。呢度嘅特價餐咧係冇九折嘅，而正價嘅出品咧就有九折現金。咁今日幾多錢呢？33.5元，未計小費，找數。咁我今日嘅介紹咧就到呢度啦，就會將所有資料將曬描述欄裏邊啦。大家有興趣嘅朋友不妨打開嚟睇下，順便訂住肥師奶阿妹嘅頻道，點讚留言，撳下叮噹仔，同埋分享俾大家。好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